请教我们陈博赛乡长，就是说，第一个同样的问题啊，族人的担忧是什么？第二个，刚才戴老师有讲，他一个关键的环节其实是县市政府的这个环节啊，您的观察，他这个衔接的如何？嗯，好，主持人好，各位来宾，我一直在等这个国土计划哈，重新再订定，等很久了，可能一般的人不清楚，其实这个国土计划是我们土地使用的根本的，等于是宪法一样。那即便说我们争取了很多彰化边，我们争取了很多传统领域，可是处于土地使用的部分，没有依照我们部落的意识或是部落的需要来做一个适当的功能的分区跟配当的话，我们争取再多的土地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土地啊。所以这一次这个国土计划，我今天没有看到内政部来，我很难过。为什么？内政部它是一个主管机关，那我们今天提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内政部作为主管机关没有办法来，真的很遗憾。是不是以后主持人干脆找立法委员来，他们才会来？所以我们建议是说，他们要因为他听到我们的心声，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何其重要啊！这个国土计划，这个决定未来我们的建地能不能增加，我们的坟墓用地会不会增加，我们的农地能不能增加？刚才大家都讲了，70%在原住民保留地啊，或者是传统里都是林业用地啊，都不能使用。那过去我们在喊的是什么？就是实际的使用的土地跟你编定的土地不符的状况，比比皆是啊。那每次都要透过这个土地利用限度查定的方式去个案变更，那多难。那我担任议员的时候，在去年我特别用总质询来问了潘孟安县长，对屏东县的县市国土计划他有什么看法，他要怎么样重视原住民地区，也所以才会屏东县的县市国土计划才会特别重视原住民地区，在我们屏东县八个乡分别做了很多的座谈会，也很尊重我们部落的意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觉得立法委员要注意这个现象，就是各县市政府对于这个县市国土计划的重视程度不一，有对不一致，有的县市根本不在乎，有的县市是直接以前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编定的那一套直接移过来，也就是说都没有变化。那有的县市像屏东县，他就把乙种建筑用地按照部落试点的方式，他把它增加，也就是说乙种建筑用地的这个面积在增加，在扩大，变成化为城山。那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农地的部分，他也是把它扩大，那基本上是对我们原住民有利的，这是第一点。所以我希望立法委员要关注，尤其我们立法原住民的立法委员非常重要，一定要督促内政部编列相关经费，或者是把原住民地区做一个专案的使用。第二个，这个整个计划里面大部分都是县市政府主导，没有乡公所的这个地位，乡公所没有办法去决定说我怎么样去划为我们的土地。可是大家要想想，应该要以未来原住民自治作为准备啊。那为什么直辖市，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北市的乌来，为什么他是公法人，其他的平地的都不是公法人？原因就是要让他作为自治的准备。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在这个法里面一定不管是后面定细则还是怎么样，要有乡镇公所的公法人的地位在里面，来让我们来决定我们乡里面的土地要怎么做。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乡长，我会这样子建议，为什么大家原住民会特别重视这个国土计划，是因为平地的土地啊，早就按照他们真实的使用在用这个土地。那我们呢，是好几十年，可能40-50年都是实际使用跟土地编定完全是不符的，比比皆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地方，特别是我们公所或是我跟区长，我们要作为原民会的后盾。我知道你们谈了30几次跟内政部，但是内政部他会不会真正知道部落的愤怒呢，跟痛苦呢？他们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却不能做我们从来传统的使用，却要我们限制这个
限制那个，对我们来讲，对原住民来讲公平吗？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国土计划这个根本大法要做一个土地使用的重新规划的时候，要谨慎，不能急就章。现在因为法令的规定哦，要让县市的国土计划尽早公布的情况之下，各县市有一个状况，就急着要公布，那也没有一个部落一个部落问说，哎，你们真正的希望的土地使用是怎么样？你们建地要怎么规划？你们的农地是要怎么样啊？啊，你们的坟墓用地是怎么样？你们的狩猎区是怎么样？没有，所以我这个就觉得这是什么？四五年前的遗憾，难道现在又要重来吗？就是如果县市政府哈，他没有去做，县市政府的积极度不一啊，我们必须用中央的力量去规范他，给他一个 SOP。你针对原住民的这个整个国土功能分区的，你该怎么做？其实不要急，我觉得原住民这个区块可以慢慢来谈。你现在各县市政府在比赛，甚至我们屏东县政府是这样哦，大家先不要有意见，反正我就按照部落试点，我先画这个农事还有城山啊，哪里其他地方就是国一国，先这样。等到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是还好呢，他还有把这个建地扩大呢，农地扩大，其他的县市政府是根本不管你，根本就是把非都市土地使用编定的那一套，也就是说没有变，就是用现在的编定直接转过去。对，直接转过去，那没有变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土计划的重新要订这个国土计划，对我们有什么用？一点用。所以我希望啦，内政部一定要听到部落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原住民这个重新区划的时候要谨慎，不要急。我甚至觉得说先慢一点，然后让各个部落各个乡慢慢谈，我觉得这样不要到时候又变成是个案变更，那多难啊。